烈焰，太泽拉克哪一台啊？高档跑车那边，高档跑车，高档顶级单车，这个吗？高档脚踏车，这个吧，浮夸。啊，泰泽拉克，剑上，叮叮，这个吗？泰泽拉克，哦，这一台啊，这台看起来是很帅啊。不过，嗯，谁叫我？车，你是车啊？啊，不是，哦，好，这台看起来是不错啦。这个是可以拿来炫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本钱炫了，我现在先把设备先升起来啊。对，我现在没有本钱去炫这个东西啊。我要等地保研究好再来赚钱。嗯。比较爱 YT 哦。啊，你爱他？那你有跟他告白吗？嗯，哦，他自己进来了 ，DSD 也进来了，好，轮到我了，换我进去了。好，等你。标题要改吗？哦，改我是有改的啦。今天晚上没有录影吗？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吧？不知道。我有一次后面经过的女生超正的。嗯，你说 GTA 的吗？是单人模式的那个。哦，对，那时候就是挂着，然后突然一个女生从后面飘过去，看了一下，我感超正，然后就说：“你确定要进入 GTA 线上模式吗？”按夜视器跑去看的时候不见了。哇哇，被刷掉了。对啊，而且每次都不一样。我后面的是谁啊？安安，我叫安安，我掐嘞！我看一下我下一个目标要买什么了。你下一个目标买什么？夜总会啦！夜总会，啊，你买夜总会前提啊，没有，等一下哦。对，你可以先买夜总会了。哦，嗯，因为再来就是你夜总会买摩托邦的东西，嗯，哦，摩托邦我会买一个啦，嗯，哦 ，DSD 哦，他要你的那个大麻、骨科碱、安毒那些才会解锁，啊，里面内部挂网就有赚钱，不用运货了，嗯，要卖货就好，嗯，不用去抢资源了，他会自动帮你补货，对 ，GT 你说夜总会哦，对，嗯。夜总会就类似铁巨人塔啦，嗯，只是它会自，哦，就是你要有那个东西，你要解锁那个姿势，你才能就自动化的掉骨科碱跟安毒那些有的没的，然后你只要定时去拿去卖就好了。好哦，我刚好钱也差不多可以买一个，可是如果要改装改改进就不行了。里面也不用改什么啦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升级一个设备而已啊。就跟地堡一样，升级人啊，配备那种。嗯，但是他不用升级人，就是他只要升级设备。但是要买员工，哦，主要是要买员工，最多三个员工帮你做事啊。三个吗？不是五个，五个，五个员工要那个，然后有七件事情让他做，哦，你可以选就是不一样给他做。我已经把什么最划算、什么最不划算的都打出来了。不要去买那个伪证，就假证件的跟大麻，嗯，这两个是最不赚钱的。哦，夜总会名称，哇，改名称也要钱啊？要，当然要啊！我那天就是乱玩，结果我的。它叫做摩托邦，我就改成钣金开车的车，就花了十几万。哇！有没有要货啊？还是要买货的啊？等一下
仓库。对，你收到了吗？对哦。如果要买货的话，我们要到公开，不能好友哎、哦。那算了，没关系，对啊、下次再用。加仓库好贵哦。仓库之后不再慢慢升上去吧？对啊，你慢慢升，它钱一样啊。就是你挂网挂越久，仓库越大越有利啊。嗯、让你只是你可以一次放个越久。对啊。好了，你要干繁星来啊！来，哇，过来，我们私下讲。私下讲，看是谁干谁。哎呦，飞机坏掉了。干冰30几万，好贵哦！啊，都好想买哦。不要买干，贵哦。我是一开始不知道，傻傻买了五折啊，有的没的直接配进去。嗯。那个都没有什么用，真的没有用。虽然没用，可是比较有 feel。哦、嗯，是啦，不然你进去就只是那种地下乐团的那种感觉。对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买这个，160万。到时候可以再更新嘛？可以，就是一样从手机里面点、嗯。好，我是穷光蛋，我剩13万，很快，马上就有钱。你很快就会再穷下去啊！很快就再穷下去，就真的很那种闲置型的手游啊！你钱一到，马上增加这个设施，然后钱更多，只是就是要从头再来一次这样。真的啊。你觉得飞天车好还是暴君二好？你是说暴君一跟暴君二吗？我觉得各有好处哎、欸。暴君一可以冲，冲的比较久，啊、可是暴君二可以一直滞留、嗯，但是暴君二比较好。如果你要解任务什么的，是暴君二啦。上禁术，哦，水上禁术看起来不错玩。哦，水上禁术哦，来啊，来啊，我看看，来啊，穷久了就习惯了，好难过、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很难习惯哎，我本身很难习惯，我本身有一阵子是这样子过。你说穷吗？真的啊，我曾经就是。都不氪金的游戏、嗯，但是我连150块东西都买不了，好惨哦！那是你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6年前吧，不对，哇，8年前。他寄腰了吗？还没腰。好，对，OK。所以那时候都在家里。DSD 也来。然后，所以我家人都以为我又没有工作，然后又跪在家里在等他们养。我说没有，不要乱讲话，我现在可以养你。好，鸡腰了，走喽！咚咚咚！哇，摧毁最后一名，要不要开啊？哈、嗯、哇，很好玩、哦，要跑4圈呢、欸。啊，10圈哦，是4圈才会那个啊。嗯，来啊。可是这几圈好像没写，距离 2.66， 因为他没有可以让我调几圈呢、欸。通气等级打开，点对点啊，它是点对点啊，所以是一点到一点而已、啊，它没有什么圈数、啊。每60秒摧毁可以啊，60可以。好，反正大不了我未完赛。哇，60秒后就变成观察者视角喽，好难过、哦。小海沙，他是有小海沙、啊。嗯，好吧。哎呦，我怎么在水里啊？对，我在水里耶。呵呵。有人赌我100块啊？不要赌我啦！哎、欸，我在水里耶。为什么？你看到我败场比胜场还要多一倍吗？我太好心了，帮人家刷败绩。怎么读那么久啊？进行战斗了。DSD 离开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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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剩3个人。哇，完了，感觉大家都会死哦。完了，他走那边。
他断线了。你快要爆炸了，我的没有吧？走哪里？走哪里？走哪里？怎么爆了？你怎么爆了？有地雷！什么东西？有地雷！发生什么事？有地雷，有水雷。哦，有水雷啦！不能复活。哦，复活了。可以。白痴！不要！等一下，唔当啊！哦，我看到水雷，看到水雷。唔当啊！你快要爆炸了！我知道。哦，等一下第，有那酒瓶是什么？酒瓶又是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看到酒瓶啊，我酒瓶。哎呀！我踩到，呀！呜呼！都是水雷啦！10秒、9秒，快死了！为什么在地？哎呀，我、哦、好啦，你也是。有小水池，下面有个小水池。有小河才对，不是小水池。Yeah. 你等我，我要爆了！你等等我，我在努力。你等等我，不要，我不想爆炸。你的 DSD 掉在后面了，来解决它。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加速啊？有哎、欸，一，你不要告诉他，我才发现了。啊！有了！你要爆了！我要爆炸了！啊！等一下，我没跳上去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三分钟没跑完，是不是全部都大家都会完赛啊？就完了，我后面没有人啊！有啦，你后面有哈基。可是他怎么显示我要爆炸了？我在看，我在天上等你。还有一圈呐、啊！好棒啊！哦，我第一名，第三，然后直接这样子结束，不要爆炸啦！不要，这太早了。DSD 说他刚刚游戏无回忆呢。哦。不喜欢。重玩，同一关啊，不要重玩这个啊！再玩一次，我没玩到了。后面那个还没玩到后面就都一直死，一直捧。长崎正太郎流亡死亡尾流即刻解锁购买。我能不能设定声音啊 ？B 卷现在不行。可恶！我要唱有版权的歌了。DSD 没回来，那就 go。你再邀他一次吧。哇，我们的 ID 好整齐哦。嗯。下一段，下一张地图。这次我要玩到了。噔！棒棒棒棒！走喽！亮的是地雷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亮的是加速。哦，对。哦，是不是用不到键滑鼠啊？哎呀！没有啦，呜，是用不太到啦，不过还是有时候转视角会看，想看一下。这里，你慢一点，啊！我再慢，为什么我要爆啦？太慢了，惊唔掉路啦！哎呦喂呀，走错路啦！重生中。冲啊！哈哈哈哈，我卡在水坝上啦！你走错路啦！跳啊！没上去啦！是什么东西啦？冲啊！哎呦！不要让我走，让我走！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开始就卡一个惊叹号给我！哎呦！哦，这可以打爆、哦！走！我后面有船啊！不是船，我玩这个，喂，上去了！
啊，不是啊，这个烂透了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又跑错地方了。它一个往上的，结果冲到管子里面，然后就停住了。啊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卡一下，卡一下！啊，我怎么在沙上啊？跳，走喽！爹死地在叫你啊！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回他，等等我。你回来。那我等一下。什么？走右边最快。刚刚有人说走右边最快，什么走？走哪里右边？啊！我怎么滑到路边？等等等，右边右边右边，很快很快很快，太快了！这哪里有洞？哦，中啊！哇，这什么？前面的慢一点啊，慢慢来！会死人，会死人，会死人，会呀、啊！好险！这时候电风扇，电风扇啦、啊！果汁机啦、啊！